看那个啊，那个每日星座运势，赛服的颜色都是我去做决定。那内裤也会吗？有搭档。我当然是以这个目标去做努力，那希望有机会可以再选上，然后再拼一次。获得金牌的时候，你跟李阳啊有一起手牵手上颁奖台，我想知道你们两个人是事先想好的，还是无形中的默契时？那是临时起意，因为想说我们两个人一起携手度过这么艰苦的一段时间。对对对，他有跟我提议，你不帮我们牵手上去颁奖台？我说好啊，就是好，就是。哦，所以是李阳提议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很棒。为什么会想要打李阳屁股？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手感好，不是。没有了，就最后一分的时候是刚好他拍那边的时候，我是刚刚想到大家不是都一直在讲说我会打屁股，就想说那屁股翘那么高就有点欠打，但是打。所以看那个啊，那个每日星座运势，我在我摩羯都找不到我自己的幸运色，我就会看一下狮子座的幸运色。所以你是说奥运比赛期间你会看摩羯座的幸运色？所有比赛赛服的颜色都是我去做决定，就是赛服像是假如这次我们是黄色红色，然后配黑裤白裤。然后我就会开始搜寻有的幸运色，然后我就去配。那内裤也会吗？有搭到，像差不多什么颜色？深灰色，最后一场是深灰色，我刚刚有带。没有。要确定哦，从来没有，没有很想揍他什么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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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温的。对，温温的就没有打起来过。没有。麒麟，请问你4年后究竟会不会再战2028洛杉矶奥运？我当然是以这个目标去做努力，那希望有机会可以再选上，然后再拼一次。